你好，欢迎收看4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吕慧。花莲地检署11号中午发布了最新的讯息，说明0402泰鲁格号列车翻覆事故，正确的死亡人数下修为49人。其中案发现场发现的遗骸组织原本是列为无名尸，但经过详细裁剪 DNA 检验，4月10号完成比对，比对结果呢都属于上开49名的罹难者，而且都已经通知家属领回处理。花莲地检署表示，0402泰鲁格号列车翻覆事故发生后，现场采集到很多残缺遗骸，因一时无法辨识，全部编为第50号，暂时列为无名尸。经过裁剪 DNA 检验，4月10号完成比对，比对结果都属于其他49名的罹难者，已经通知家属领回，没有新增罹难者人数。案发后的初期，本署将已经寻获而未经认领的遗骸组织列为疑似无名尸。为求慎重，法医师在遗骸以及组织的各部位多次详细裁剪 DNA 检验，比对结果已经陆续出炉，之后就通知家属，目前已经交由家属领回来处理。花莲地检署表示，含外籍人士在内已经全数核发相验尸体证明书，遗体都已经由家属领回处理。大花莲新闻综合报道。